vlog 时间。Yes，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摄影师凯若的新棚，超级超级漂亮，带大家看一下。罐头掌声。然后今天我们依然就是要来合作一波，等一下我有特别，你先吃了，再讲好不好？等一下我有特别嘉宾出现，他跟我拍一组闺蜜照，那我们现在在化妆当中。哈哈，大家好，他是珍娜，这是我的御用化妆师，谢谢。哈哈，最近我觉得非常感恩，因为我接到了很多，就是有一点点跨领域，原本是可能就 YouTuber， 然后拍影片演员，我最近接到一些。有点踏入一点点就是时尚圈的一个小的一个范畴，踏进去在三一个半步这样子，然后就去了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觉得很感谢厂商有看到我。然后最近我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想要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，导致我最近有点累这样子，不过就是满满的开心跟感恩。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到100分其实有点困难，因为双鱼座本身是一个还蛮懒惰的星座。这样什么直销大会、啊、也不是回馈，就是宇宙会听到你的愿望，然后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念头，他也会回应给你。就例如说我可能每年都会写下年度的要达成的事情或目标，有一些可能有点不切实际，可是我把它写下来，它就变成一个念头，它就是宇宙听到你的愿望，然后给你 feedback 这样子。是吸引力法则，就是这样。吸引力法则。我已经完妆了，然后这次走的是一个比较复古的感觉，然后头发是用小卷跟非常微卷的穿插，第一套是白色配牛仔裤。凯若他每次都会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拍什么角度比较好，但是自己也要调整一下，所以在这边做瑜伽的，对，来做瑜伽，然后平常就要做一些运动啊，伸展肢体比较开发一点、这样子，对，耶、yeah ，好的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准备换妆。凯若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我刚刚非常讶异，就是呢，我现在把我的头发整个用直，然后他用那个浇花器。用水，高咪咪，确定了吗？那我喷喽。Hello， 现在来吹桃闷，来把头发吹直，快速变换直吧。珍娜今天一整天都在卷头发，她说我今天帮你卷头发就够了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大来宾，福福。大家好，我是 FJ 三四的福福。大家好，我是裴威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好，我们今天饰演的是双胞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拍的是那个闺蜜的系列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跟福认识非常非常久了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也有七八九十年，但你是不是暴露年龄？你应该暴露年龄给所有人。没关系，大家都知道我已经30岁了，因为我办那个粉丝见面会就是30岁粉丝见面会，所以没差没差。你好有勇气哦！像他就是戴着个面具，都跟大家讲他18岁。对，刚出道的范晓萱。但是讲真的啦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在30岁还可以讲很冻龄，不简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化个妆、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进行拍摄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拍摄的小花絮。嗨，这个唇色是一个比较橘一点的，咬唇妆，这是病入膏肓的唇，真的假的？你眼神要再深一点点。中间红，这是吐血。这么说好像也是啦齁。对，我们已经拍完了，耶、yeah ！我们今天
天是双胞胎成功，是，然后辛苦虎虎今天等超久，我们刚刚有一些知识有点不太符合人体工学，虽然他是舞蹈老师，但我感觉到他微微颤抖，这样觉得，因为你腰不太好，然后年纪大了，你不会有一些病痛吗？会，你知道很夸张哎，我觉得年纪大就是病痛就算，然后睡不好，嗯，然后睡不饱，对，最近严重感觉到这样，真的。然后刚才摄影师说虎看起来很像国中生。有吗？大家觉得像吗？怎么样看起来像二十几岁，甚至甚至更年轻？你知道吗？会传授，嗯，眼神很重要。例如说，二十几岁就是女生都会放空，对，放空，然后就，嗯，你说什么？不知道，嗯，然后三十几岁就开始有点锐利，对，锐利，嗯，就有时候这样正正正，嗯，越放空越年轻，但无所畏惧。你刚刚在装年轻。你刚刚怎样的眼神？我看没有，我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谢谢福福，很期待照片出来，我也很期待。对，大家再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粉丝专页看，然后大家要记得订阅 FJ234， 耶！对，我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因为你知道这裙子多薄，就是一张纸这么薄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要有屁意，然后我就说，我等一下我去旁边放屁，不然那个屁就会扔，然后就闻到，他就说啊。穿裙子放屁的穿透力比较强，是不是？超级强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他就隔着内裤直接这样子啊，那一定很强，超恶哎、欸，超恶，我觉得很有礼貌，怕他臭到。今天拍了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照片，觉得很开心，然后可以跟虎虎一起拍照，还有跟我爱的凯洛跟珍娜，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厉害，这次又。创造出不一样的培培，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他们的网站，就是摄影棚啊、摄影师啊、化妆师啊，有兴趣的话，大家赶快进去给他们点赞，好不好？但我自己会很想要替自己人生某一些阶段做一些纪念，或者是拍全家福啦、什么工作换制服的照片啊、什么等等之类的。凯洛超拍的真的超好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就是任何问题，好不好？就是私讯他，对，不要私讯我，因为我也不是摄影师。OK， 那我今天的 Vlog 就是大概这样子结束。最后呢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要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然后按小铃铛。大家再会。这个是干嘛的、啊？是一个道具。拍照。当西装穿。这不是西装服吗？转转，身体转，头也要转。好，放这里。对对对对，丢你的心，对丢你的人。